我们以后会不会吵架？不会。只要他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不会再有这些。就是觉得你一来，这里的天气都变好了。我现在的动力是你。那个时空里的乖乖儿考了武大，那位肖娜一辈子都结不了婚，怎么办？很多人就无师自通了。我问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想，如果早知今日，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。